到了，你刚刚也中奖，也是过关。你到底咧？告诉大家，你两个人为什么？我下底拢是翻的鱼的啊，下底迄种是啦。迄阮社村的这个人啊，伊迄个船长家己开一个社团，叫李船长笔记啊。啊，伊嘛是有一个频道叫李船长笔记啊。
早安啊，你们在拍那个啊，李船长啊？对啊，来看，好久没有看了。哦。哎呀，你知道我是哪一个吗？你是社团的人吗？啊、哦，你是社团的人啊？这里也有社团的、哦。有啊，他那个船长开办的社团叫李船长笔记啊。啊、哦、啊！还、哦、有、哦、啊，那个是李船长啊，他在驾驶台里啊。Evergreen 那个。啊？你说 Evergreen 那条船？对啊。啊、哦，是李船长啊。李船长他的船。啊、哦、哈。嘿嘿，啊，他以后要换船。哦、还有听说。那个船长是台湾人啊、哦。天津人，天津人哦，天津人，哈哈哈。啊，他是一个，他是长荣的船长啊，也是一个网红，啊哈哈。啊，他下面邀你们一起来拍他，是吧？我们来恭迎他啦。哦，哦，难。啊，他在驾驶台里啦。啊，阿姨，刚有跟他挥手吗？我有挥手啊，他没有看到我。不知道。没关系，你碰到网红告诉他说我在那边会跟你挥手、啊。他有几艘船啊？30。30艘船。嘿，那艘你看，那艘后面那个码头那边不是有个、啊、后面很满的那艘？对对对。哎，这个是同系列的。啊、哦，也是 Evergreen 的哈。对对对对。我有看到。他不是长荣的啦哈。长荣的。他是长荣的船长啊。长荣的。没有啊，这些船都是长荣的。不是，不一定。他叫李什么？李，我不，我们都叫李船长而已。双口李还是李呀、啊？李木子李。木子李啊。哎、哦欸，不是我的意思，说这个船是长荣的还是李船长的？长荣的啊，李船长只是他的其中一个船长。哦，按、啊、理说30艘是长荣的。长荣的都是那个系列的，都长这样。哦，长荣还有一系列的船长。有三十艘。有系列啊，有船队的。哦，长荣不是有各船队哦。长荣，长荣公司不然掉。公司不然掉，知道？不是，我意思是讲长荣就是有好几个船队哦。啊，他就是一个船队里面他。有哎、欸，长荣的李船长呢、啊。你们刚刚前面不是有一个胖胖的那个女生，嘿嘿，那个是我们的团队。哦，难怪。然后欢迎李船长光临港珠，你看哦。哦。有李船长的笔记，有看到了，谢谢。喂。